买贵了吧，后悔的吧，哥几枪，我就让你再等等，再等等，你们偏是不听。就这个三太子的蟹黄干脆面，谁是9.9买的25包？你可能啊是买贵了，咱看下没发货的话啊，咱赶紧退了吧。您看下老弟这个链接啊，都给你卷到什么价格了？一看到这个三太子这个名字啊，就有种特别亲切的感觉，满满童年的回忆。听说呢，有人吃了咱家这款蟹黄干脆面啊，海鲜过敏了。咱对海鲜过敏的朋友啊，就不要尝试了，因为它这里面啊，真实的添加了蟹黄粉。看一下上面啊，都是满满的小料汁，好酥脆，满满的蟹黄的味道，特别香，它这个味道啊，就跟咱小时候学校门口小卖部的味道啊一模一样，一口回到童年。关键呢，今天的价格啊也太合适了，9.9的价格，整整给咱包邮30包啊，满满一整箱大羊毛，赶紧去薅。